10年了，朋友们 ，GTA 6终于让我们给等来了。GTA 5发售距现在已经10年了，它就像一个印钞机一样，我差点以为它就不会数六了。幸好二星其实一直都没有在闲着，本来说好了是昨天晚上10点钟公布的，没想到5号一早就有人把满是水印的低清预告片泄露到了推特上。还好二星有多次被泄露的经验，所以这次非常果断，我们的预告被泄露了，请大家看个真的，直接放出了这条真的是震撼世人的90秒预告片。我实在忍不住要先说说预告片里面的画面表现，实在是太强了。在写实游戏的这条路上， GTA 又一次站到了最未来最前沿的位置。之前也有过很多画面很好很精细的游戏，比如最后生还者2、战神，更多的呢是光线光影贴图纹理细节之类很突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GTA 6这样子的画面。我看完整个预告片脑海里就一个字，密集、拥挤、丰富，每一个场景里会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航拍里有这么多车，湿地里有这么多鸟，这么多沙滩、夜店、天台 party 里全是人挤人，跟下饺子似的。街上真的有很拥挤的人群和汽车混杂在一起。一般游戏里面呢，这些人是会走在人行道上的。这里还有一个满身是纹身的 homeless 在要饭。非常美国，而且远景也有这么多细节，一般游戏在这个距离肯定是不渲染了，离这么远都能看到一个个代表人的小黑点，真的很厉害。不只是数量多，而且形态各异。我把沙滩场景截图放大， Enhance. 认真对比了沙滩上每个路人穿的衣服，确认没有任何两个人穿着一样的衣服，没有任何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动作，这简直是太疯狂了。这不仅是景色高度还原了现实世界，这是把每个可能都称不上是角色的个体都做成了独一无二的样子。这是什么真实世界模拟器吗？这么比 GTA 5赛博朋克2077里的城市都像是鬼城了，看门狗2的海滩空得跟玩家包了场似的。而 GTA 6的宣传片里这个开车经过的城市一角看到的，和我真的在美国城市坐着出租车往外看到的景色是一样一样的。我加一个用 iPhone 拍摄应该也是能够唬到人的，到处散发着一种无序，而无序恰恰是现在的游戏里最缺少的，因为这意味着要硬熬出那么多不同的动作和人物是不可以偷懒复制粘贴的。虽然放大看细节还不能说是如照片般真实，但 GTA 6预告片里展示的很多场景已经完全具备了超级写实的氛围感。这个写实还体现在这次 GTA 6发生的舞台上，也是梦开始的地方，罪恶都市，对应着美国现实中最神奇和最混乱的地方，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从预告片看，首先可以确认鳄鱼肯定是写实的，鳄鱼本来就会在大马路上闲逛，或者直接出现在你家厨房。至于佛罗里达这个地方还能够有多野，我来给大家念几则新闻。佛罗里达一名女性因为大麻被盗而报警，结果因为自己有未执行的逮捕令而被捕。佛罗里达一名男子在超市里偷了一辆电动踏板车，然后在门口组装了好久，直到警察过来把他逮捕了。这些新闻都给我一种我在看谈谈交通但是犯罪等级升了好几个星的感觉。他们也能够完全证明 GTA 6没编故事，全是真实。甚至你看这个双手持锤的大姐，竟然她不是虚构的。另一个写实的地方就是它的与时俱进， GTA 都有 TikTok 了，预告片里展示了各种短视频直播的社交网络画面，内容也是非常劲爆，像是在大街上裸奔，吃了霸王餐逃跑引发交通堵塞，就是不知道游戏最终会如何利用这个玩法，或许是让你拍下看到的街头景象然后上传到网上炒作一番，顺便再触发一个帮派任务什么的，或许一步到位允许你在游戏里当一个短视频网红。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次我最期待的绝对是他的女主 Lucia。 预告片里还有一个男同伙，据说叫 Jason， 但不确定，他的戏份看起来要比 Lucia 少很多，我猜测应该还是 Lucia 是单主角。这应该是 GTA 系列第一次采用女主角了，除了97年的 GTA 一代有几个可操作的女性角色，不得不说我个人非常高兴。不过我们现在对 Lucia 了解并不多，预告片的开场就在看守所一样的地方，穿着橙色衣服被约谈，从他简短的一句台词 The only way we're gonna get through this，我们唯一能度过这个难关的方法就是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以及这个女上男下的体位，还有这个率先踢门的动作，就能感觉到 Lucia 应该是一个旋风一样的女人，势必要将她身边的人卷入她自己的风波中。但
但是 Jason 的这一句 Trust 听起来和最后生还者的 Joe 好像啊。We're leaving. Trust. And lastly, you do. Trust. Mighty thin ice here. Trust. 我怀疑他们俩是同一个配音。哎，那这么感觉他还挺重要的，搞不好是双主角。除此之外，预告片里就只能找到一些小彩蛋了，比如以前出现过的啤酒奢侈品品牌。不得不说，看完这个预告片我还挺心潮澎湃的。之前 R 星公布说要在12月初发预告的时候，开头是借着 R 星成立25周年这个契机来引入的。里面有一句话当时特别的触动我，就是游戏可以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娱乐一样，对文化不可或缺。这句话由 R 星来说比谁都要更有说服力，毕竟 GTA 5是人类历史上收入最快超过10亿美元的文化产品，现在它的销量已经达到了 1.9 亿份，即使是不玩 GTA 的朋友也能够通过滴滴司机车里非常常见的 R 星汽车香氛，虽然师傅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是 R 星，他们只是因为它是最便宜的香氛就买了，感受到这个 IP 的强大渗透力。这次的 GTA 6看来也不会让人失望，至少画面规模和技术上 R 星将再次大力出奇迹，在游戏里做出一个无比逼真的美国现代都市，这也是 GTA 最重要的使命，要能代表游戏工业水平的极致，要满足大部分人对游戏原本的认知，在一个非常逼真模拟现实的世界里干现实世界里违法的事情。就按目前这个势头， GTA 6的模拟感肯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到 R 星申请的那么多 AI 专利要怎么用呢，搞不好可以让 NPC 的可信度史诗级的提升。值得期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没想到还要等一年。官方说的发售时间是2025年，主机先发售， PC 晚多久还不确定。 GTA 5当年 Windows 版比 PS3 晚了将近2年，因为当时主机是压倒性的主流平台，2025年 PC 玩家已经很多了，希望不会比主机版多等太久。